两天呢，刚好看到了乔碧萝殿下的那个植物。大家好，我是默默。什么？你问我为什么要贴图？我不能露脸。本来我是一个颜值主播的，但我要过100万订阅才能露脸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这个直播方式真的非常有创意。就是其实我是个很懒的人，我是真的很讨厌化妆。虽然化妆会让我变得更可爱，但是如果我贴一个假眼辅，一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。所以啊，今天准备来尝试一下这个假眼辅直播。我们是找两个贴图，其实应该是找一些那种萌萌哒的那种动漫里的美少女。但是我觉得那样我不喜欢。我要学一下油念王子的语气。你未免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可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是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们只是来我的直播间玩玩而已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我这个视频真的没有问题吗？让我为你献歌一首。从前有个魔仙堡，有个女王不洗脚，每个魔仙帮他洗澡都被他熏得不得了。在这春风吹满地，别春风吹满地，中国人民真争气，真争气，人民真争气，这个世界太疯狂，好多都给我们打架，骑得龙，骑龙甲，骑得龙的龙龙甲，我在这里熬你，伺候你，不光怕。啊！又录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鬼的视频。然后其实乔碧萝殿下的直播，如果我是一个男生，我可能也遭不住这样的打击。这就是今天的注水视频了，我真的想不出来什么素材录啥了，可能过一阵子会去录一些美食视频，想看的弹幕告诉我。其实我不是想录美食视频，我只是单纯的自己想吃而已。希望你们喜欢，记得点关注，拜拜。